Hello，大家好。希望每个能看到我视频的朋友们都能够比较珍惜我这个视频，因为实在是发之不易。在我们中国大陆，是吧？要翻墙，要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，而且网络延迟特别的卡，所以我也是被逼无奈才跑到这个位置，是吧？希望有更多的华人同胞，有更多心地善良的人能够看到，能够注意到，这是武汉肺炎所谓的冠状病毒，这次疫情的严重性和我们本地人生活的一个实际情况。现在整个武汉市所有的交通枢纽、公共交通全部被停掉了，然后据说加油站也停止加油了。然后呢，我不禁有几点疑问，比方说，你家里的亲人有个什么高血压呀、心脏病啊，现在需要去医院，怎么去呢？打那个急救电话120，各位可以试一下，根本就打不通，完全就打不通，一直是忙音。再比方说，你怀疑自个儿是否染上了这次的武汉肺炎吧？你想去医院做一个那个诊断，你根本就去不了，你怎么去？医院人满为患，医生他不叫你去挂号什么的，就排队，你排几个小时可能都不搭理你。你本来没什么事儿的，你去排排队，可能就交叉感染了。然后我再说一个，我眼睛亲眼看到的。在1月23号武汉封城之前的头一天，22号，包括22号之前，整个武汉市满大街戴口罩的人都不多，一大堆就是不戴口罩的，还在麻将室里面打麻将，还在到处交头接耳，包括一些小商小贩。我也想问一下，我们大家一块在这个公共平台上探讨一下。武汉市市长、党委书记在干什么？作为一个地方的高级官员、一把手，他们难道没有得到信息吗？如果说他们第一时间得到了信息，为什么没有全程的电视讲话，没有第一时间的，甚至强制性的要求我们老百姓戴口罩，提高防范的警惕呢？如果说他没有得到信息，那就说明他失职，这个人根本就不适合做地方官，早就该滚蛋了。难道不是这个样子吗？难道我的逻辑有问题吗？然后直到1月23号封城之后，我们整个武汉市才每个社区门口贴了一个单子，上面写着什么，要求每个老百姓戴上口罩。然后从23号，今天二十，昨天24，今天25号才开始陆陆续续看到戴口罩的明显增多了。那证明并不是武汉市本地人老百姓不配合，而是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根本就不作为，甚或者说他们别有目的。至于说是什么，我们不展开探讨，我们只能说在这次疫情中，2003年已经有了非典那一次前车之鉴了。而现在，只能说是在重复历史的错误。而且眼下，这一次的情况绝对和03年的非典疫情有过之而不及。现在你想出个门，是吧？想去就个诊，所有的公共交通全部停掉了，是吧？你自己想开车出门，去医院，加油站不给加油。当然，这个加油站是否停了？我也是从网上听到的，我没有去证实，所以这个东西还有待商榷。然后，目前所有的一切情况就是，医疗全部都瘫痪了，或者说混乱不堪。我很多内部的在医院工作的朋友给我反馈的信息就是，你进了医院，也就是给你打点消炎药，给你打点激素，说白了，然后一样也是等死，就是很赤裸裸的等死。你自个儿身体强壮能扛过去，你就扛过去了。
你扛不过去，也就挂掉了。然后最他妈搞笑的就是，有些疑似病例，实际上他可能就是，但是他们医疗系统可能因为缺那个什么病毒试纸，或者说因为他们医疗资源跟不上，他就叫你回家自行隔离。我请问一下他妈的，这个地球上还能找出第二个国家是这么扯淡吗？不要说你是不是疑似病例，哪怕是1/1000的概率，肯定也要对你进行比较完善的一个诊断和判断吧？怎么能这么随随便便就叫你回家呢？万一你是一个超级病毒携带者，那不就等于说政府公开的，或者说医疗单位部门公开的叫你带着病毒回社区吗？进行交叉感染吗？作为一个个人，一个普通老百姓，你的医疗知识、你的隔离知识再他妈牛逼，也比不上医院的专业隔离吧？你全整个地球还能找出第二个国家、第二个政府像这个样子搞吗？我眼下来到 YouTube 发这个视频，我没有任何的目的，我只是觉得人活这一辈子，是吧？有时候在必要的时候，你得说点真话。人的一生不可避免的，有的时候为了活下去，为了各种目的，你不得不去撒些谎，说些假话。在某一刻，比方说眼下，我觉得有必要掏心窝子，摸着自个儿良心，说点真话出来。现在的武汉市就他妈的跟地狱一样，本来是从古至今一个非常文明，孙中山当年是吧？闹辛亥革命的时候，就从武汉市开的第一枪。当时建议要把武汉市建成像美国纽约一样的现代化城市。现在呢？现在成什么样子了？你看到各种各样的滑稽、搞笑、悲惨，时时刻刻你都能从推特或者说从一些网络渠道上看到熟悉的街道、熟悉的口音，看到他们倒地死亡，或者说各种情况，那些悲剧。今天是大年初一啊，本来是一个非常高兴喜气的日子，一个时间段。但是眼下，你觉得我们武汉人民，或者说一个中国人，能高兴得起来吗？然后我希望所有的海外华人能够明白一点，我们中国人，起码我或者说我身边的同龄人，20-30来岁的。80后、90后，没有谁是傻逼，没有一个人被洗脑了。我们脑袋里清清楚楚，明白得不得了。像金灿荣那一批，也就忽悠一下傻白甜，也就忽悠一下小朋友罢了。像我们，都太他妈了解这个国家是什么性质了。我们是没有办法，我们没有发声的渠道，我们没有能力，我们的身体是肉，是血肉。比不过钢筋、子弹和坦克。我希望所有的能看到我视频的海外华人同胞，帮帮我们。这起码不需要你们花一分钱，也不需要你们干什么，无非用手指点一点，扩大一些曝光度。我也不靠这个东西赚钱吃饭，就希望制造一些舆论压力，让中国政府明白，你们不要逃避责任，跑到他妈的青海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。是吧？做做秀，什么指导疫情？你指导你妈逼呢？你把别人都当傻逼呢？我操你妈的！现在我们做人会换位思考吧？如果你现在你是武汉人，你生活在这个土地上，是吧？你在我们对位交换一下，你的亲人、朋友、你熟悉的人，莫名其妙的染上病了，不是在他们不配合。是在他们完全没有办法、无奈的情况下，现在得不到医治，得不到确诊，只能活活的等待病痛的折磨，等待死亡。人他妈一生，命就一条，就一次啊，死了就没了呀。而且眼下这个病毒，并不像官方宣传的，什么发热、咳嗽，而且不发热、不发烧，一样也可以传播。而且不光是通过口腔传播，病毒可以通过你的眼睛，都可以。这个已经是证实了的，
很多内部的医疗工作人员已经证实了这个情况，而且在封城的前半个月、一个月，返乡春运回去了，已经走了100,000-200,000人了。他们怎么办？你怎么防？要把整个中国都给封住吗？与其这封那封的，你早干嘛去了？所以我希望所有看到我视频的人，真的好好珍惜我发这个视频，真的是太不容易了。我随时都是冒着被抓到公安局、派出所的风险，在这里就希望把一些真实的、客观的情况告诉大家。我们老百姓真的是很无奈，并不是所有人都被洗脑了，我们也希望是吧，过上那种民主、自由、开放。我们也希望不翻墙就能上 YouTube、上 Twitter，但问题是根本就做不到。我们能怎样呢？是吧？高房价、高物价、通货膨胀，他们赵家人出了任何问题就捡我们老百姓的韭菜、剪羊毛，大家都看得雪亮的。你看我身边的朋友、同学，他只要是有钱的、有能力的、能移民的，早他妈走了。谁都不傻，我们只是没有办法。希望大家帮帮我们，我们起码眼下，我们武汉人真的是太需要国际舆论、国际社会的关注了。我们眼下真的是太无奈了，就两个字：无奈。